伟，苏伟，苏伟，苏伟在哪里？苏伟，苏伟，苏伟，来，最大的尖叫声，欢迎罗爱菊。今年2024年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，一开始先播，好不好？我们百吉要唱，歌名叫做《梦见》。还没啊 ？OK， 还没，等一下哦。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金老师，大家好。我们都是妈祖的信徒，爱妈祖的举手，让我看一下。旁边的朋友。我们都是妈祖的儿女哦，也包括我们百吉，每一年都会到我们大甲，一年一度最盛大的、隆重的这个活动哦。OK， 来介绍一下新歌。我先跟大家再慎重介绍一下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梦见》，2024年最新的专辑，欢迎罗百吉为你演唱。Come on!
你是谁？哇哦，真是好听！百集的 DJ 秀，还有我们全台湾最厉害的女子团体，找我跟娜要一起来，现场的朋友拿出你的热情。